贾乃亮姐姐发文痛斥 Pigon， 贾乃亮已经身心俱疲，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最近李小璐和 Pigon 的亲密视频在网上流出的事情，有很多网友都说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啊，李小璐这是给我们展现了生动的一刻。然而有的人就注意到了，在 Pigon 攻击贾乃亮的时候，贾乃亮并没有亲自出场，而是贾乃亮的姐姐出面痛斥 Pigon， 难道真的是贾乃亮都已经身心俱疲了？其实在当初爆出李小璐和 Pigon 有疑似出轨情节的时候，贾乃亮就仍然选择相信妻子和自己的兄弟不会欺辱自己。然而事实证明贾乃亮错了的时候，贾乃亮因为女儿甜心并没有跟 Pigon 以及自己的妻子李小璐发生太大的事情，而且一直都非常克制，